防守，呃，其实是呃被推坑的。我我觉得是这个东西，呃，是用 Google 处理或这种现代的工具，哈、哦，简单的可以做到，会比较比现现行的一些方案好。状况就是一直被长官聊天，要写 APP。啊、呃，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消防员可以第一时间可以快速找到消防栓。 啊啊！重点是后面的地下消防栓。我们一般看到的消防栓就是像这个样子，红色的很明显。但是现实中消防栓就是这样，你完全看不出来。可能在你们呃行行经的马路过程中，很多是就是地下型的消防栓，它没有在地上显示。呃，我们预定的使使用者就是一般想要指导的消防员、义消跟。 呃、你要想知道你附近消防栓的市名预定的功能呢？是使用 Google 助理可以快速找附近的那个消防栓。呃，这是目目前有现有的专案啊，授权呢是西西西白恩西啊，这个使用资料就是开放资料，呃，在那个台北市开放资料的网站，它可以找得到啊。下面这一个是我们现在。 消防在用的就是做一个 Google，呃，就是 Google 的我的地图去做的应用，但是对第一线人员需要还蛮长时间的学习。啊，这是构想。第一个呢，其实已经被否决了哦，就是使用我我的商家，这个是应该可能大部分人都听过的，就是目前我们在 Google 助理上面。 搜寻附近的什么 s a v i n 附近的消防局或呃，就是相关的呃地点，它是由我的商家功能做出来的。啊，这我们希望是用用下面 Google 助理去开发城市搜寻，或者是用 Google Map 遗漏的地点去做。目链接到目前没有。如果你有兴趣恶搞的，可以来参加这个专案。谢谢。好，好，谢谢 g i v e n 那这是。 지금 진...